天鹅湖赢得了满堂喝彩，获得了最受欢迎节目奖。而李小鹏的2000元奖金，黄玉斌总教练后来也补发给了他。体操队的运动员和教练员们度过了一个最开心的夜晚。 先用家乡话向大家拜个年，祝大哥新年快乐，能够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大概的意思要不要翻译一下？湖北仙桃的家乡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中国体校队的杨威，祝家乡的父老乡亲节日快乐，阖家团圆。春节好，祝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工作顺利，天天开心，身体健康，给大家拜年了。我在这里呢。 向咱们中央五套节目的观众们，拜个年。向这个所有的体操爱好者、观众朋友们致以新年最衷心的问候，祝大家春节快乐，万事如意。